喂，我要开始吗？好，我要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其实叫吃饼小姐，我现在是个大学生，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音乐。对我来说，就是音乐是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然后不管是怎么样的表演，我都会尽力的去把握，因为我觉得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很棒的表演是我的荣幸。然后其实他怎么一直都没有动，对。然后这就是我之前去一些就是咖啡厅表演的照片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今天要带来一首我自己的创作，因为未来这首歌会收录在我的个人专辑里面。15秒 ，OK。然后我写这首歌的时候是，是因为我是个很怀旧的人嘛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就是我在金门演出，然后就有看到那种很旧的房子，就那种红砖土压墙，然后让我想起小时候的，就是那个时光。可是现在是台北，就是我已经长大了，所以现在的脚步是很快的，我没办法用小时候的态度去面对那种。就是心情，所以我想要把这一段最纯粹的单纯就是记录下来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存在》，就是谢谢大家，我要唱哦。消失童年的时光，台北失去了颜色，重复放映有你的记忆，惊觉自己是个失败者。可是寻找城市的街道，脑里有你的味道，青春时分要晒醒的拥有瞬间静止的拥抱，时光一去不回你在哪，而我爱你褪去束缚的外衣，像自由
个 Miss Miu 就可以知道我本人了。然后我现在只剩下15秒，有点害怕。那个是我的专辑，就是《城市小孩》。然后大家记得要来看哦，就是我各位表演，还有我这专辑都会放在上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